Jenny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Santa Cruz。它好漂亮啊！我们等一下走过去。准备走去彩色小屋。Hello， 有人是在当网美，给你不拍，不要撞到。对，等下就撞到我，就这样拍，撞到电线杆的唇样。这里，我也觉得万圣节刚好。不就是我 ？Private Party， 这样不是很乱？怎么有人偷偷闯入别人家？欸，超美的欸，我也觉得很漂亮。这个也好，哇，这里这好像是一家饭店，这是饭店。这个很美丽的饭店，因为它是黄线，我也觉得这个好暗，这个好美的，这里要扶，但是要小心一点，都是别人的住的地方。Capital Love Work。欸，那饭店超美的。原子线吗？欸，这个角度好像。这样亮线吗？有一个迟到的科技新贵。啥？谁应声就是谁。我们来到 Santa Cruz 的海边，有种 San Diego 的 feel。我查一下那个站。怎么有人在下面？有狗狗的小小一起，我们去海里面看看有多冷。哦，来喽！还行哎，感觉刚刚的沙子已经够冷了。天然石头，要太阳刚好在那个顶，也太难了吧？好多虫啊！还行。哦，我踩到一个。嗯。我踩爆一个那个。海带出来玩开火。对啊，后面那里要再洗，认真洗车。